好，现在我们看到同样是作为四川省代表队的选手，董慧博和武一鸣将要上场。今年的大洲赛上他们是排名第九位，在二月份的大冬会上是获得了一枚双人滑的铜牌，教练是姚斌和孙宇。他们的自由滑音乐是来自于电影《神话》。那是从目前上看呢，后面还有三队选手，而且呢，四川省现在已经稳稳地获得了一块双人滑的奖牌。
代表四川省参赛的董慧波和武一鸣的表演结束。那么在最后一组当中呢，两队选手是代表四川省参赛，所以呢，在董慧博、武一鸣成绩没有打出来之前，目前成都和高宇是排在第一的。这就是为什么刚才王指导说，这一次的双人这个比赛当中，四川省队已经稳拿一块奖牌了。对，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南方的一些省市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得好成绩，这也是对北冰南展的这个战略决策是一个非常好的触动。那么说从今天的整场表现当中，这一对运动员发挥的是非常不错的，他们没有任何失误，把这一套节目完完整整滑了下来。所以说我们也祝贺他们在这一个赛季当中能够今天发挥出他们的最高水平。董慧博、武一鸣呢，是从2005-06赛季才开始合作的，应该说呢，他们搭档的时间并不算特别长，但是呢，此后参加的这个2008年的世界锦标赛获得一个不错的名次，当时是获到第12名，同时他也是这个2008年世青赛的这个铜牌获得者。对，这对运动员啊，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那么说男选手呢，曾经和其他的舞伴这个搭伴滑过一段双人滑，董慧博是由一个原来的女子单人滑选手，转过来的。那么说，有的时候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单人滑选手，开始从事双人滑训练的时候，她的技术基础是很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在和这个舞伴配合练习双人滑动作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固体的影响。就是他做练习单人滑动作的时候，有一些习惯动作在双人滑动作当中需要协调去配合，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70分55.58，节目内容分44.72，他们刷新了自己的自由滑历史最高分，自由滑成绩是100.30，短节目自由滑总分155.24，超过了他们在2009年的这个四大洲赛上滑出的这个双人滑自己的历史最高分。